就是我，盛夏，亲吻指导。我竟然撞到了漫画里的反派。现在，你跟沈十一绑定了。啊？滚滚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反派到底是个什么角色。真的要跟那反派双宿双飞了吧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人有三急，难道之前作用在沈十一身上的效果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沈十一，沈十一，你快醒醒啊！我与你经历种种，每一件事情都记忆犹新。这么设定的吗？